夏季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，内容描述着在幻想的饰品时代里，一名少年为了找出自己受诅咒的原因而离开家园，之后介入了一场人类与森林神祇两方的冲突事件。久石让为宫崎骏动画所创作的配乐与动画相辅相成，由管乐团诠释的魔法公主配乐，希望能重现大家脑海中对魔法公主的画面。让我们欢迎诺曼本管乐社的演出。